我跟你说啊，昨天晚上也就是时间短，就我们俩的距离，要是他再多看我几眼，我真不确定他会醒。你这都第几个怦然心动、一见钟情了？心动就在一瞬间，不可阻挡。哎，你说这16年了，你对着谭颂他们怎么就从来没有心动过呢？他不配。他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啊？女孩子嘛，哎，我去问问不就得了？哎，你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呀？哎，哎，不是，怎么还跑了呀？肯定有事儿，是不是说我们坏话呢？不是，说我们坏话呢。妈，啊，怎么又没水了？跟你说多少次，让你早点洗，早点洗。咱们这楼层高，一到了8点钟啊，它水压就小了。那我怎么办啊？你这么着，你到你那个陈叔那儿去洗去吧。陈奶奶今天过生日，他们都下酒店去了。啊，潇潇他们家呢？他们都去小卖部了。你要不到那个谭颂他们家？我知道。谭颂也不在家呀。谢谢。哎，你不换身衣裳啊？见过不必讲究。你干嘛呢？我问你呢。等洗吧，家里停水了，我冲个头啊。你这造型挺别致啊，准备去拾荒啊？爷爷奶奶呢？不在家。干嘛？我出去一下。明天早就跟我一起来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。梦谭道就跟我一起来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。皇上的，我来到 Orange Hound 爱歌现场，大家跟我一起唱。咦，你不在，我不在，咦，谁还会在？我哥来了。你好，我是谭欧阳。差不多得了。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你也没问我呀。那以后欧阳哥都住你家了吗？什么叫我家？那是我们家。
吴二伯和伯母今年去广州做生意了，我哥那个大学就离我们学校隔半条街，反正老爷子也天天念叨他，干脆就搬过来住得了，还省了住宿费了。以后啊，外面碰上什么事儿就吱一声，不仅有你谭哥罩着，你谭大哥也能出个面儿。上学啊？六点半上学。对呀。黄橙子，你是不是得甲亢了你啊？啊？哎！你好呀，谭小桑。你怎么又来了？哎呀，人家的数学本本忘在学校了。好好说话。想借你的看看。为啥非得借我的呀？朱金霄不是也有吗？我就是想你。哈喽妈，我亲爱的发小，松松。拿好，立马闪人。谭小松，人家有个数学问题想请教你一下。我不会。嗯，你不会没关系啊，人家可以请教欧阳哥哥。没完了是吧？谭小，不是本人。黄橙子喜欢你，喜欢你，200%，就是喜欢。我们家门都快被他给敲烂了，天天，谭小宋、宋哥哥、小谭谭，粘人的很。不是喜欢我是什么？欧阳哥看我的时候，眼睛都亮闪闪的，就像是黑暗里照亮我的一束光，这不就是喜欢吗？你总这样说。恶心渣，电视关了，跑什么呢？你想不聊天？所以，你有问过陈子吗？我傻呀，我问他，就算我问了，他肯定也不会承认，肯定是上次体验早恋的时候迷恋上我了呗，要不然怎么会当着我的面说想我，还一天好几次的往我家跑，不就是为了多看我一眼呗？对。就是为了多看欧阳哥一眼，但是他也看我了呀。反正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提升自己的存在感，为以后的日久生情打好基础。
还想日久生情？我看黄橙子就是对我抱了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，就前天非得让我给他补习数学题，估计就是看那个什么恶作剧之吻把自己当女主了。我能让他得逞，直接把他推给我哥了。欧阳哥简直就是我的江直树，你都不知道他给我讲题的时候有多温柔多耐心，一道题给我来回讲三遍都不带烦的。反正我已经决定了。你也不用劝我，谁劝都没用。你到底要干嘛？到底要干嘛呀？拒绝黄橙子，让他对我死心，给谭颂他哥表白。橙子要跟谭颂表白？哎，你俩怎么在这儿呢？我找你们俩半天了，爆炸性新闻！你瘦了？不是，橙子要跟谭颂表白了。真的假的？千真万确，我刚才在我妹门口听见的，说什么要对谭颂表白，还要写封签字情书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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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不行？现在表白可不行，我还没想好怎么拒绝他呢。老陈，得操练起来。欧阳哥哥，这是给你的，这里面都是我的心意。不太对，哎，你换种情绪试试，别太作，稍微酷点啊。唐阳，给你的，拿好。嗯，你这什么呀？跟女流氓似的，稍微收敛一点，温婉一点。欧阳哥，这是给你的，我喜欢你。嗯，这个正常点。总之，一定要真诚。什么是真诚？表达自己真实的情感，才能够让对方去感受到真诚。真诚就是真心实意，坦诚相待，并且用真心去感动对方，获得他人的信任，这也是个人魅力的主要表现。我这该死的魅力！哎，我跟你们说，就我们班那王哲，就个儿特高，戴一金丝眼镜，斯斯文文那个，他半个多月不洗头，那头发油亮油亮的，苍蝇都落不上去。你说的我都吃不下去了，确实可恶心了。下午体育课，多吃点。烤肉。又怎么了？你黄橙子要请我们吃烤肉？我攒了很久的钱，好不好？明天晚上7点半，金立轩，我请客，确定，已经肯定。他不是跟你表白了吧？那怎么把你们都叫上了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人越多越隆重啊。哎，那明天就只有我们5个吗？把欧阳哥也叫上吧，人多热闹。
你俩挺恩爱的。我们俩是兄弟，是大爱。哎，橙子，你今儿可太大方了，就是烤牛肉的味道，真是久违了。我能再加一盘吗？加呗。服务员，服务员，再给人钱不是钱。橙子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欧阳哥真不来了。哎呀，少一个人见证也没事儿。见证什么？见证什么？你心里还没数吗？其实你今天吧，这么破费，我心里也挺不好意思的。女孩子啊，没有必要搞这些有的没的仪式感，最重要是心意。心意到。哎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就这态度，谁能答应跟他好呢？肯定是给自己加油打气儿去了。然后就这样吧。这是我女朋友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啊，拜拜，拜拜。走吧。嗯。要很辛苦，你在那个宇宙漂流。这么巧啊！什么？我哥跟他女朋友呗，他们今天好像跟朋友过生日，居然也在这附近。哎，说起我哥女朋友啊，不夸张啊，这姐姐真的是女神级别的，人漂亮，学习又好，最关键的是温柔，特别温柔，从来就没听人大声说过话，更别提发脾气了。哪跟你似的，半点女生样子都没有。哎，对了，温柔这俩字你会写吗？咱先别说写了，你会念吗？看我口型。家长了，当我燃烧自己飞向你，是否还不让人说实话了？服务员，来三瓶矿泉水。倒那么多水干嘛呀？去火。这地球好冷，我静止回神，努力找寻你的体温。你拒绝他了？没有吧？我就暗示了一下下，我喜欢温柔的。小宋，你好像伤着陈青了。哈哈，今天大笑话，我不温柔不女人，我黄成了。瞧瞧这俊脸细腰小翘臀，我不女人，说出来谁信？黄女士。我有个疑问。什么？所以你现在介意的不是谭欧阳有女朋友了，你介意的是谭颂说你不温柔不女人。其实仔细想想吧，欧阳哥都是大学生了，有女朋友也很正常。况且，那个女生是比……有什么资格说我黄橙子不温柔不女人？我黄橙子今天是把话放这了，从此以后。哎，几点了？还不出来？怎么还没下来啊？这是松松的，牛肉干干。
没水了。哎，那手里拿水的女生是不是橙子呀？黄橙子，哎，过来一下。我去练一下球啊。我难啊。说真的，看到他走火入魔一般的为我扭转人性，16年了，我第一次感到良心在隐隐作痛。啊，你回来了呀？啊，谭松，要不还是找个机会好好跟陈子聊聊吧。对，不仅得聊，你还得好好补偿人家。你要是再不做点什么的话，我跟陈醉可就活不下去了呀。我怎么补偿？怎么补偿？吃饭、唱歌、看电影、去游乐园。哎，对呀，去游乐园呗。你想啊，咱们小时候不是最爱去游乐园了吗？这橙子一到那儿就哭着不想回家，正好你带她回忆回忆我们美好的童年，顺便开解开解她。求求你了，宋哥，赶紧让她变回原样吧。那游乐园的门票钱你出？我，谭松，你不是参加辩论赛拿了最佳辩手的奖金吗？那不行，那是给球鞋准备的。那问老爷子要不合适，那问我爸要，那不也还是老爷子给吗？那只能……我跟你说，甭管谭松安的什么心思，我今儿就让他见识见识我黄橙子。其实是温柔，简直温柔似水，似云似雾。哎，你别动。好，这样。主要是技术不错啊。这有啥难的？看着书一学就会。反正今天你就是游乐园最美的。哎，对了，你衣服穿啥呀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昨儿晚上翻遍了我家衣柜，为自己精心搭配出一身又温柔又惊艳的服装，包准备的探狗，合不拢嘴。行，赶紧去换衣服吧。嗯，好嘞。橙子、谭颂，等我们一下哦。哦，没事，你们去吧。好，来这边给他俩拍一张照片。
哎，你干嘛？那个，你是要看发夹吗？哦，我们不选，我们又不是。如果我一个人拍的话，能送这个发箍吗？不好意思，虽然咱们这是游乐园的小活动，那咱也不能作弊呀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们又没说。两个人就两个人拍，反正我男朋友长得这么帅。王橙子，我提前警告你啊，这张照片一旦流露出去的话，总画的名誉和形象，那我就……话怎么这么多啊？你以为我想给别人看？你？我看你巴不得全天下人知道你给我拍情侣照吧？什么意思啊？准备好了吗？这俩往这儿一站吧，看着还挺般配。等着看吧，消停不过半分钟。笑一个。显得我孤立你们，咱们还是一起玩吧。你小孩儿，橙子，今天认识你很开心，以后你要是愿意可以随时来西华找我玩。还有谭颂，其实你这个发箍还挺适合你的。发箍？哦，哎呦，我怎么戴了一天啊，这玩意儿。这先拿过来，嘘，都给我撑大了。黄橙子，你的头也不小好吗？谁稀罕啊？对口弹琴。欧阳哥，小东姐，你们先回去吧，不用担心我们。我们到家之后给你们报平安。好，那我们先走了。谭松，不要老欺负橙子，男生要学会体贴女生。知道知道，你们快走吧，一会儿打不着车了。小东姐，再见。回头见。拿来。拿什么？照片我也照了，发箍也得有一个。你一只狗，出门带发箍，不怕被人笑话呀？王橙子，就显得你有嘴是吗？哎呀，你放开我！说你错了啊！说你错，别动！他
谭总，你死定了！你后不后悔？看吧，我就说，这对冤家消停不了一会儿。别动我！是冤家，但是欢喜冤家。休战，休战，休战，欢喜。休战，休战，休战。嗯，反过来读也行。哎，我不玩了，不玩了，累了，累了。黄虫子，玩的开心吗？开心啊。想的也是。说说吧，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就什么时候开始那个喜欢那个的？我就知道瞒不过你。不过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？废话，都那么明显了，我能看不出来吗？就是那天晚上，你说了你也不知道。晚上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那是为什么那个上的？没为什么啊。一个男生那么帅气、健壮又高大，眼睛里面好像有星星。说起话来，声音沉稳，有磁性。哎，行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别那么露骨。那既然一直都那么喜欢，干嘛总憋着不说？多难受啊！反正我也看出来了。我本来是要说的。但是，我也怕被拒绝嘛。毕竟他那么优秀。我和他的距离差得太远了。啊，那是，那你这么说那是有道理的啊。哎，不是你一直在看那个《恶作剧之吻》吗？袁湘琴不是也追到江直树了吗？遇到什么困难挫折，不要放弃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有喜欢的人了。啊？什么时候啊？我。你说刘亦菲啊？喂，找你的。喂，啊，我刚手机没电了呀。啊，知道了，我看他倒也没什么事。黄虫子，你别犯傻，你至于吗？我怎么不至于啊？过往如烟，失去就让它失去，我们要向前看。你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好吗？简直就是。
62块吧。要不是昨儿谭宋拦着我不让捡，就是82块吧。臭弹弓。你打算买什么呀？还不知道。我想着，要不然给向农姐也买一个礼物，就当谢谢她和欧阳哥昨天带我们去幼儿园玩。当然啦，也为了纪念我逝去的暗恋。你这心还真大哈！哎，对了，谭宋，你们上次比赛，他不是拿了最佳辩手，有奖金吗？他说，要不是你让他体验到早恋有多糟糕，他都拿不了那奖。你管他要？嗯，他那钱估计早买球鞋花光了。这个呢，围巾，围巾怎么样？来了来了！哎呀，宋宋，黄佳怡，啊，我爸寄来的肉干，我给您家拿点。哎呦，瞧，又让你爸破费了。橙子呢？在屋呢，来，进来。黄橙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还没闪开呢？哎，你干嘛？你别动，你别动，别动，乱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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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那个臭弹弓，烦死了！啊，哦，黄虫子。这是
上次辩论赛我拿了最佳辩手，军功章有你一半，所以我就折成这个给你了。文总，谢谢你。嗨，客气什么呀？好好活着就行。